现在来说明休止符。休止符它是一个，一样是一个标示音符长短的一个议题。要知道的是，这些标示时间量。那我们会用相对于原本的实体的音符。什么是实体的音符呢？就是有有声音的这个音符。比方说，现在我要画一个一个呃全音符好了。我们提到，这样是一个全音符。那你可以想象，这个全音符的时间有若干的长度。 我们姑且说这个全音符有十秒钟的长度好了。如果你想要表示一样的长度，一样十秒钟的时间，但是要保持安静，我希望在谱上面标注一个符号，让演奏者知道你需要有那么长的时间是不要发出声音的，跟全音符一样长的时间，那你就需要一个全音符的休止符。那这个休止符的画法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横线，然后底下。 比较粗一点有一个扁扁的方块，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帽子，然后帽口朝上。这是一个相对的全音符，有声音的时间跟全音符的休止符是要等长的时间，但是没有声音的。再来是二分音符，二分音符我们知道是这样子画的，二分音符的休止符。 跟全音符是相反的，它的这个帽子帽口朝下，变成是往上凸的。再来是四分音符，四分的休止符是这样子画的。再来八分音符，八分的休止符是这样子的。 十六分音符，十六分休止符，当然还有三十二分音符、三十二分休止符。哦，在这边，你要画到六十四分、一百二十八分都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永无止境的延续下去了。在这边先画个三十二分就可以了。 就是相对于有具体的这个声音出现的时间，如果反向的，我想要制定一个不发出声音、保持安定的时间的话，我可以使用休止符。接下来再补充一个关于附点。附点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，很多人会以为附点就是加半拍，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说，事实上这是一个一个错误的。我们这样说，附点。 我先说什么是画起来什么样子好了。这个是四分音符，如果这个四分音符旁边加了一个点，就是所谓的附点。有附点的意思，你要去解释增量百分之五十的时间，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。不要把它想成增加半拍。如果你以原本的哦，不要我遮住这个点哦，以原本的这个四分音符。 为单位的话，那四分音符是一拍嘛？加了这个附点，就是增加半拍，这是对的。在这个情况下的确是增加半拍。但是如果你以四分音符为基本的单位，但是你现在遇到的是一个二分音符，增加一个附点，一样是增量百分之五十啊。所以二分音符原本有两拍，再加百分之五十，所以它增加的时间就不是半拍了。二分音符。 两拍再增加了一个点，它增时间拉长的量是再增加一拍，所以这样的时间应该是三拍的时间量。那如果是八分音符的附点，它增加的时间就是增加四分之一拍的时间量。所以你可以这样想，如果这是四四拍的情况下。 这样子负点是一点五拍或一又二分之一拍，这样子的时间是三拍，这样子的时间是四分之三拍。我请各位稍微去去理解一下，去了解这样的的分数之间的关系，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数学问题啊，所以刚好让各位可以复习或者预习一下数学当中的分数。当然休止符也会有所谓的负点。 所以刚刚介绍到的这些底下这些休止符，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有可能以增加了负点的情况来来呈现，但是这个就比较少了。这个三十二分音符负点非常非常少见，我自己是还没见过。好，讲了这个休止符，讲了负点之后，我们再讲一个连接线。 连接线基本上是指在同一个位置的音符的时候，才能够说才能够说是连接线。如果不是同一个位置的音符，在鼓谱上不太会出现这样子的的线。那个叫做圆滑线或者圆滑奏的这个线。如果是像在旋律乐器上面，我这样说好了，在这边有一个音符，这边又有一个音符，有一个线这样连过来，这可不是连接线哦、喔，这是指说，请请你把这个音到这个音之间的弹奏。 连接的很圆滑、很柔顺，不是梆噔，而是咚。简单的，我是用声音很很粗糙的去模拟一下，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但是你还是要呈现的是两个声音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讲的、现在讲的这个主题，关于这个连接线，它真正的意义是一种时间上的融合。比方说，在这边有一个四分音符。 这里有一个四分音符，在古谱上面看到的，哎，这是小鼓的位置，这是敲两下小鼓。如果这当中画了一条连接线，好，那它的意思就等同于它的长度、时间的量，其实是一个二分音符。哦，所以你可以想象成是，在这个音符演奏了以后。 接下来，下这个下面的这个音符不要演奏，把不要再多敲一下小鼓。但是这个原本要敲一下的这个小鼓的时间量，合并计算到前面一个音符里面，所以本来是大大停这样子的音符，大大停这样的音符会变成大停大停，时间就增加了一倍就变成跟二分音符一样大停。 其实一样的事情，但是呃，有人可能会问说，那如果是这样子，干嘛一样那么那么无聊，多写一个这个连接线呢？我说明一下，事实上是有这样子的需求的。我们这样画一下，我画两个小节，如果在前面一个小节有一些若干音符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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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但是到最后面一拍，我前面有。 三拍好，我用斜线代表前面已经有发生三拍子的内容的音符了。第四拍我要演奏一颗音符，这一颗音符演奏下去，但是我希望它有两拍子的长度。可是这就违背了我刚刚前面说的这个四四拍的这个这个法律啦。我们这个小节里面只能有四拍，前面已经用掉三拍的时间了。你在第四拍的时间开始演奏，可是这个时间，这个音符的时间会。 超过一拍，它事实上有两拍的时间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声音上面，你当然可以这样处理。可是，在谱上面，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可以被解读。所以，这一颗音符，啊，虽然事实上它会是一个，它会是一个二分音符，啊，它的时它的时间量，但是它不应该以二分音符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小节里。所以，我会把它画成。 两个四分音符跨小节的时候，这样的形式存在就会变得很有用，比较好理解了。所以在演奏的时候，前面的三拍，大到下一个小节的第一拍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要延续前面这个音符的时间量。好，小节线呃，连接线的这个形式大概是这样。那除了在这个小节跨小节之的情况下会使用到。 还有一种跨拍子的情况下，也会使用到，什么意思呢？像是我们刚刚前面画的这个八分音符，画成这样子好了。在这边是第一拍有两个音符，第二拍有两个音符，第三拍有一个音符，但是这个音符会很长，会延伸到第四拍结束，所以第四拍。 的时间里面还是这个音符的时间，还是这个音符的声音，所以 one two three four 它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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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的感觉。那如果你想要表现的是这一颗音符的时间很长，它是呃嗯应该说二两拍在二点五拍，我这样想好了，所以这个连接过来是这样子的。 所以这一颗音符事实上是看起来这个半拍结束了以后，声音还没有停止，它会再多延伸两拍的时间，所以它会变成哒哒哒哒啊啊啊，哒哒哒哒啊啊啊啊。今天先讲到这边。